是非常嗜血的 One Team 大乱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熊。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这个斗鸡大会，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你们稍微听我讲一下就知道。现场呢，我们看两个呼啦圈，等一下呢，你们要指派你们一名队友出来单脚站立，就是要把脚这个往后勾，然后互撞对方，先行摔出去，或是不小心不稳手扶到桌子的那个就算失败。然后我们是采取 BO 三，我看白队是很有优势啦。预校，太真诚了。你们要派出预校是不是？对，马上就要优势了。我们那是游戏漏洞。游戏漏洞。我们三个加起来，我们在开外挂，打不赢。我们需要赢。我两只脚可能都还撞不赢。所以这边确定是预校了。对，好来预校，你到你外面看。拿什么啊？预校，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了，预校。还是人啦。其实我人小，人小志气高，不是假的。来，借一下。我觉得他死定了。他完了，他自杀哎。哎，你是我队友吗？自杀流。准备单脚站立，今天借我扶一下。好，我说开始的时候就不能碰桌子咯，你们可以帮你们的队员加油，没有关系。我要扶他手，扶不住。好，来，我们的玩具大乱斗斗鸡第一轮开始，铜墙铁壁预校。哎呦，我要先用剑子，先用没有用那个，我没有用那个，我没有用那个，我没有用。先用剑来。薪水太多，薪水要多。你完了，你完了，你什么？谁会玩这个？芬达给的借口竟然是我不会玩这个。可以派出，可以派出阿仁吗？还是我觉得先卷卷跟阿乐，我们花岭就对再交一个。我跟你讲说，这个游戏不会有 BO 三，来，卷卷加油啊！隐藏人物，我隐藏人物。阿乐很疯，你要小心一点。卷卷 Q， 我是这样吗？卷卷用你的头发甩他，来吧。好来，玩具大乱斗终极大会第二轮开始，卷卷。你觉得谁会赢？你们觉得谁会赢？花铃，我觉得花铃。花铃，我觉得情人大跳是不是？角度断掉。好，情人。开始在那个吗？其实你是你，开始连单脚站立都很快。不是啊，觉得骨头真不低。在场所有女生都还要细。对，花铃，你小一点，小一点，他怎么没看到脚啊？我没有说。好，快点开始，他快撑不住了，开始。好，一下。好啊，那这边呢，恭喜红队又获得了一胜，又抽成了。耶！大恭喜，你抽一个好。大金手，厉害，厉害的。保鲜膜，请他们吃香蕉。保鲜膜，保鲜膜的啦。保鲜膜，保鲜膜买的都没用。我也不知道。哦，我想吃香蕉，香蕉，香蕉，香蕉缺货了。是保鲜膜。
喝酒。你们可不可以吃？你们自己选一位代表。等等，等一下。等等等等等等，龙卧宝剑王。哇，一下好厉害！那我没有乐意意，那他这样子是不是要冲破两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越过他了？这是人身攻击啊！来，谁要来拿这宝剑？不会，来，来了，拿着就好了。那就一人一边，是福利，也是福利，是福利的一边哦。来，一人拿一边。知道怎么冲？你跟主持人换一个。来，我喜欢，好看。对，这边很福利。你要叫我们往后拉吧。用头吗 ？OK， 就用脸摸。那两个他们那个脸，他可以用头吗？加油，你想加油，加油，你的福利也可以用头吧？用脸。不行，没有人。那你的头不是脸吗？脸呐，来啊，用脸啊，对啊，我也要，我也要看正面，他高一点吧，可以的，帅哦，帅，牛逼，太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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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太牛了，是我，来，这边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下一关，团队要加油喽。又到了非常残酷的 One Team 大乱斗的手心厮杀时间了。它这一关呢叫做我们的演技大考验，顾名思义呢就是要考验大家的演技。现在呢大家手上都有这个饮料，其中的两队各有一个队员呢手上的饮料是经过我们的后工作人员特调加工过的。所以呢等一下呢两队就是要来猜猜到底哪一位他喝到的是这个特调加工过的饮料呢。我们有三次机会可以猜，先猜到的那一队就先获得胜利。那我们就先从这个白队先来看红队的演技啊，来，请来开始你的表演，喝下你的饮料吧。哦，这个好像也太浮夸了耶，这个多了，这是吗？你们觉得怎么样？太假，太假。可能会不会有可能他是故意演的很假的？层次呢？觉得是很多人像。哇。小心，开始你的表演。这种奸诈的就真的看不出来。这也是很酱油的你。好，来芬达开始。完了，阿哲就是都没表情的。哦，我以为你会入定哎。他们都是很浮夸的类型。对啊，我以为他会入定哎。来，起来，阿乐。完了。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了。来，先用。好，你们心里有答案了吗？等一下我们就要从你们开始了，你们可以先想一下。我们先猜，先喝。你们先讨论一下。对。来，玉笑。哈哈哈哈哈。那不是，那不是。你怎么不是阿笑？不敢说有酱油的。来，不敢讲别人啊。不啦，你们要记得你们说谁绝对不是哦。对，换你们。我也不可，我也不敢啊！我也是，什么都挑食。来，杰哥，喵喵喵！杰哥最有可能的啦，就是。好，抓到了。来，卷卷。哇，白队的难度位没什么表情。花点钱哦。哦，装正经的感觉。来，花玲。在捣乱我。对，我不像我现在不知道是谁啊，你们不要听我的，他也没看到黑。不敢吃花脸，花脸也不敢吃。我们两个去这样的，是他们两个。我觉得是阿乐。阿乐，这个来，靠你们猜。我想猜卷卷，我想猜。不是，我猜卷卷。卷卷，不要讲，因为。刚刚第二次，反正你们现在，我们现在猜拳，我赢就是没有猜拳，真的怎样？卷卷，我想猜拳。他这是第二次，第二次口水。我刚刚很专注的在喉咙。对，谢谢卷卷，好厉害，卷卷。来，你们还要猜，还是你们想再看谁喝？看谁喝？芬达喝。芬达在喝，要演哦，考验你的演技。他没喝，他演。来。你们决定了吗？你想猜谁？你下节目喜欢猜谁？是在哪一队？先要啊！先要！错！对对，你们被消了两个，你们再不猜就来不及了。杰克，杰克错！对对，杰克错！等一下，我猜杰克的。哇，不是我猜的。他想猜到啊，不是杰克，不
就有换我猜啊，换我猜人啊。那你先看谁喝，先看谁喝，喝一次。你想看谁喝？你看这个，这妈都百般人心，这就是靠运气的。靠运气。你想喝？你们被砍掉三个人哦，你们剩二分之一的机会就要被猜中了。我不管，胡拉。那我说，不用，就是你决定他猜。错了。哎，为啥？答对了。我还有机会，我没其他的人，他没猜。还有一次机会。你们选啊，给你们选。我们是二分之一，我们是二分之一。花岭跟云晓，我很多个。我们猜中了，你们猜中了，你们猜中了。没有，那三个，那三个，中间三个没有。等一下，想好。再猜一次啊，接着。没有啊，跟着我打不开决决。再猜一次。没有，是你们先猜，所以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快，我们两个人赶快猜一个，两个云晓。啊，队长，你刚刚是在偷吃偷饼做的，你要猜谁？没赢那么多分了，也不差这一场啊。好了，你要猜的，你们猜，你们猜，我不猜了。交给你们了。
One Team 的粉丝专页帮忙按赞，还有他们的 One Team。